地藏菩萨本愿经卷中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声音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无灭度后，汝等诸善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护卫世经，令一切众生证涅槃乐。说是于已，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略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白言：唯然，世尊，愿乐欲闻。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或赞叹者，作礼者，列目者，世人超越三十劫罪。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雕漆、金银铜铁，作此菩萨一瞻一礼者，世人百返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有为国王，不施大力。若有女人厌女人身，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雕漆铜铁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华香饮食衣服绘彩床幡钱宝物等供养，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百千万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况复受？除非持愿力故，要受女身，度脱众生，沉思供养地藏力故及功德力，百千万劫不受女身。复次，普广，若有女人厌世丑陋多疾病者，但于地藏像前自心瞻礼，十顷之间，世人千万劫中所受生身相貌圆满，是丑陋女人，如不厌女身，及百千万亿生中常生王女及其王妃、宰府大姓、大长者女，端正受身，诸相圆满，由自心故瞻仰地藏菩萨，或福如是。复次，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对菩萨像前作诸伎乐及歌咏赞叹、香华供养，乃至劝于一人、多人、如是等辈，现在世中及未来世，常得百千鬼神日夜卫护，不令恶事辄闻其耳，何况亲受诸痕。复次，普广，未来世中若有恶人及恶神恶鬼，见有善男子、善女人，归敬供养赞叹瞻礼地藏菩萨形象，或妄生讥毁，谤无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齿笑，或背面非，或劝人非，劝人共非，或一人非，或多人非，乃至一念生讥毁者，如是之人，贤劫千佛灭度，讥毁之报尚在阿鼻地狱受极重罪，过世劫已，方受恶鬼，又经千劫复受畜生，又经千劫方得人身，众受人身，贫穷下贱，诸根不具，多被恶业来劫其心，不久之间复堕恶道。是故普广，讥毁他人供养，尚获此报，何况别生恶见毁灭。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男子女人久处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梦恶鬼，即乃家亲，或有险道，或多烟昧，供鬼神游，日月岁生转复汪赞，眠中叫苦凄惨不乐者，此皆是业道论对，未定轻重，或然舍受，或不得欲，男女俗眼，不便世事，但当对
诸佛菩萨像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获取病人可爱之物或衣服宝贝，庄严彩色，对病人前高声唱言：我某家等为是病人，对金像前舍诸等物，或供养金像，或造佛菩萨形象，或造塔室，或燃油灯，或施常住。如是三伯病人遣令闻之，假令诸事分散至气尽者，但高声白高声读经。世人命中之后，数殃重罪，至于无间罪，永得解脱，所受生处常之宿命。何况善男子善女人自书此经，或教人书，或自书画以菩萨形象，乃至教人书画，所受果报必获大利。是故普广，若见有人读诵是经，乃一念赞叹是经或恭敬者，汝须百千方便劝示等人，情心莫退，人得未来现在千万亿不可思议功德。复次普广，若未来是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利就拔，当告俗世骨肉，使作方便，愿离恶道。普广，如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像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其数三遍或七遍，如是恶道眷属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买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惊善恶道苦。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利萨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可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增安乐，给予寿命。复次不管，若未来世众生于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乃至三十日是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难阎浮提众生举止动念无不是罪，何况自情杀害、窃盗、淫摇、邪淫妄语百千罪状，能于是十斋日对佛菩萨诸贤圣像前读四经一遍，东南西北百由旬内无诸灾难，当此居家若长若幼，现在未来百千岁中永离恶趣，能于十斋日每转一遍，现世令此居家无诸横病，永衣食丰溢。是故普广，当知地藏菩萨有如是等不可说百千万亿大威神利益之事，阎浮众生于此大事有大因缘，是诸众生闻菩萨名，见菩萨像，乃至闻是经三至五至或一戒一句者，现在殊妙安乐，未来之事百千万生当得端正生尊贵家。而是普广菩萨闻佛如来称赞地藏菩萨以无跪合掌复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由此，如可不可思议神力及大誓愿力，为未来众生遣之利益，故问如来巍然顶首：世尊，当何名此经，使我云何留步？佛告普广，此经有三名，一名地藏本愿，一名地藏本行，一名地藏本事历经。原始菩萨久远劫来发大众愿，利益众生，是故汝等依愿留步。普广闻已，合掌恭敬，作礼而退。